就是录节目，然后做活动，然后看剧本，对，就是我最近比较忙的一些事。还是那句话，希望我的粉丝都可以身体健康，然后每天过得都很开心。谢谢大家支持，然后我们之后活动再见。拜拜。很快的相信我们能重逢，到时候你可以记得我脸孔，带我到你住下来的时空。你那么爱我，Hello， 优酷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哲瀚。Hello， 大眼新推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哲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哲瀚。Hello， 网易云音乐的歌迷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哲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倩碧亚太区水乳大使张哲瀚。Champion 体育画报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哲瀚。Hello， 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哲瀚。粉丝就是在给我应援的时候，然后有的粉丝啊，又突然他一来了，赶紧就丢下那个灯牌，举起手机了。确实，而且我就是那时候，就是山河里演唱会的时候，有看到那个大家举很多灯牌。其实举灯牌的粉丝真的很辛苦，这个其实是让我感动的感动的。张哲瀚，我在北京等你回来。张哲瀚，我在泰州等你回来。张哲瀚，我在花城广州等你回来哦。张哲瀚，我们在西雅图等你回来。张哲瀚，我在南宁等你回来。张哲瀚，我在山东等你回来。张哲瀚，我在北京等你回来。加油，小哲。张哲瀚，我们在一起一千年之后，快点回来，你去把这个姑娘拿出来和你。张哲瀚，张老师，我在宁波等你回来。张哲瀚，我在成都等你回来。加油，橘蛋永远都在。